新闻现场，我是林桂英。明仔是拜二，嘛是旧历的闰九月二六。根据这通讯记载，明仔在位公伫正南方，好时是早起的九点到十一点哦。另外有啥物代志是爱特别注意的，咱做回来关心。来看宗教活动的消息，分享保重是十一月二十二号到二十四号举办为期三天的吉安三献祭。在天举办之前哦，保重是专工登来到祖庙罗岗天后宫，恭请这屯三妈前往分院来感召，也来宣告这吉安三献祭相关的仪式活动正式展开。各位弟兄，十二万分的欢迎。分院保重是吉安三献祭，特别恭请罗岗天后宫屯三妈来到分院感召。沿路拍鼓卡锣，罗岗天后宫嘛以上悬规格迎接接待。代办上香，祈求四季鼎盛，丰年永庆。福照咧，民国吼啊，九十九年吼做福照啊，因为过今年咧啊，一百零三年啦，要做三宴照诶，因为咱这不同时咧做照是拢啊，照妈祖的指示、佛碑指示吼，因为布地戏吼啊，要来表演吼，暗时吼啊，差不多伫个七点表演吼啊，十月初二咧啊，有迄、那个。两人关的标，迄个冰雕吼、哦，啊，也是世界咧比赛吼、哦，啊，冰雕啊，要来啊，刻这个吼、哦，啊，妈祖啊，千里眼顺风耳。分享保重时举办的吉安三献祭典法会，进前捌举办过一届，今年是圆满年盛大举行。加上保重时是为罗岗天后宫分灵出去的，依照传统爱请祖庙天上圣庙登来顶庙感召。保重时啊，嘛伫三十多年前啊，来做一边啊做祭吼，啊嘛来咱罗岗天后宫啊，恭请咱梅州天上圣庙去感召。啊，那么咱这边嘛，依照过去的惯例，啊，从三十年前，啊，咱分播中师，啊，来恭请罗岗天后宫梅州天上圣庙的屯三妈，啊，来啊，和咱分播中师啊，老大妈吼，来恭请回去因的迄个分播中师来做感召吼，啊嘛，希望这次啊，咱分播中师啊，伫咧这个照顾啊，会当吼圆满成功。百年传统，将来无断过祭典。十一月二十二号到二十四号，全乡拢爱食菜，每家每户拢爱遵守，绝对无人例外。如此虔诚的民俗祭典，嘛，予咱感受到宗教传统的威力。大中华新闻林桂英录港采访报道。惠传国小庆祝一百岁生日，除了邀请这出校友回来母校以外，也来启用这人文通学报道以及新气候的校舍。来新馆馆馆老爹的人生表演以后，庆祝惠传国小创校一百年活动，率先登场是来启用通学报道甲新校舍。接下来劳力的考勤活动，当然是由学生囡仔来负责擦热气氛。惠传国小上届出名的太鼓队率先拍头阵。精彩太鼓表演以后，由各年级的学生组成的进场的队伍，也是庆祝活动的重点。为了庆祝创校一百周年，惠传国小是特别筹组百年校庆筹备委员会，阁找来历届的杰出校友，做伙登来母校，同齐祝母校生日快乐。我们也在这个校友里面呢，找了一个100个的这个优秀的校友，那么成立了一个优秀校友的一个联谊会，那么作为我们学校的一个后盾，就是说呢，学校的一个后援会的这个性质。所以呢，我们今天呢，纪念这个百年校庆。觉得呢，它特别的意义重大，也希望我们学校呢能够还有一个下一个100年。
花壇国小校长指出，创校已经一百年的学校，真幸运会当得到校友，也够有地方人士甲登记单位的支持，特别是新校舍等设施的更新，搁较好百年的老学校焕然一新。大专新闻张世良花壇采访报道。过来同款嘛是校庆活动，不过这复兴乡永丰国小的校庆就是甲人无同款，六十尊的神像哦，了经彩街校园内外一连哦，替所有的民众学生祈求平安，嘛希望予囡仔会晓敬天，并且了解台湾传统的庙会文化。三太子土地公出巡路，三声起马炮以及喧天的卡锣扫甲声当中，永丰国小校庆庙庆活动正式展开。这么多超大神尊集合做伙，真正真壮观，也希望予小朋友看到台湾寺庙的文化。各游宫的神童，我大家来共同参与。啊！咱甲台面上照一个十二生肖，这十二生肖我毋捌出来行过，十二生肖，啊，搁一个黄色小鸭，啊，我甲咱迄落增加一个咱的光彩，啊，替下好，甲咱好用个闹热的安尼啦。四周年庆呢，啊，伊来办这活动呢，应该非常有意义啦吼。不但是神童吼，啊，来咱参加咱校庆。而且呢，伊嘛阁做真侪特色啦吼。千里眼顺风耳，每一尊关刀拢超过两公尺，悠闲伫咧校园，爱扛着重量有二十公斤的神尊，行大步，关刀无够，会当看到神尊跍的跍，倒咧行的倒咧行。真的很兴奋，很难得。我们来参加这边，就让小朋友想看说我们庙会是怎样的特色，然后有的就是记忆的传承。看到能够有这么多的神童，哦，啊，还有那个十二生肖进来我们的校园，哦，这个真的是一项非常好的活动啊，哦，这个真的是很难得，借由这个校庆跟社区还有庙会结合。辛苦总算有代价，永丰国小校园是昆头出现六十尊的神像，伫咧校园运动场拍拍照，嘛予民众大开眼界。大中华新闻林桂英复兴采访报道。花壇鄉農會推廣在地當大出的農特產西施油、白油、香水油以外，這嬌愛國小的囡仔種的這愛心米，嘛在現場預備，馬上回來。